本期编剧脑洞大开，给予了每位嘉宾奇奇怪怪的设定。为了保证正片内男女嘉宾的初见面反应，本次海报拍摄将分开进行。玩手机都手机都够不着，你看我玩手机。凯哥能玩手机吗？他还能放，手机在大的里呢。对呀、啊，他这方便，人家手机支架里都可以放。看看剧什么？过红绿灯的时候就是噔噔噔噔。满意吗？这词儿？不谢。还可以站在这儿看。一次性。刚才我拍海报，那个旁边一人说想开了，那我这样是不是就想疯了？我俩去河南就是开封。他们人是个啥呀？仙女之王。啥也看不见了、你这个名牌是贴在头上的。那它是头牌啊。我怎么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第一呢，就是现在马上显得你脸小了一圈，然后呢又配上这个围裙，如果这样是围裙，这有围裙的啊，对，特别适合，就很居家，然后很暖男的那种。这是成长，我这么帅气的脸庞被你们造成了一头驴。漏气儿了，漏气儿了，给你们。这个头，你那好看的呀。真是维密。终身给服装送什么礼了？送我一片爱心。凭什么终身？怎么了？谁不是个偶像派？你们说呢？现在你去吧。那么就来看看他们的海报拍摄花絮吧。我是七仙女，我是七仙女，我要等我的桃树君，我好期待啊！这是我的巴啦啦小魔仙变身盒。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是四大美人之首，西施。先这样吧，我
我再练练。好了好了好了，我再练练。一等一二三 ，Kids 一等哟，嘿 ，Kids 一等哟 ，Honey，Honey，Baby，Baby。我都不会，我昨天刚学的。接着来看看他们的海报拍摄花絮吧。回来已经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对对，好看，可以。有缘人已互相见面，美美开录双人 ID。嘿嘿嘿，嗨，嘿嘿嘿，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今晚来奔跑吧第十一季，与我们共谈民间艺文。好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哇，桃花微雨，我们今晚。今晚。喂，雷雷雷。桃花微雨，我们在今晚奔跑吧等你哦。我们需要在两位的手里画一个爱心卡。他说我用了。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不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晚来奔跑吧第十一季，和我们一同追寻民间故事奇闻。稍微自然一点。Cool。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今晚来奔跑吧。今晚来奔跑吧第十一季，与我们一起探究民间故事。你觉得我这个音乐适合这个吗？走开！快一会儿吗？你这不是来黑我的吗？不是这样的，是这样。怎么的？要自信，没事。哎，等等等等，什么掉了？指甲崩了。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今晚我们在奔跑吧等你。今晚我们在奔跑吧等你。完全没默契。今晚我们在奔跑吧等你。三二一走，嘿嘿嘿嘿嘿。黄山走秃噜，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霜雪霁晴，今晚来奔跑吧，和我们一起探寻民间奇闻。完美。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些故事里，万物都充满智慧，并且渴望幻化成人。《白蛇传》里，白蛇因为爱情幻化成白素贞；《聊斋》里，柳树因为想要保护百姓幻化成柳秀才。而今天，也有一群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
他们想要把各自的伙伴幻化成人。仙女，我在这个广寒宫里面啊，每天啊那是非常的孤独，唯有一只聪慧可爱的玉兔陪着我，因为它深得我心，所以我给它取名叫深深。听说今天有一个可以将万物都化成人的机会，希望我的玉兔也可以变成人，这样它就可以日日陪伴我玩耍了。深深，深深。我的玉兔呢？哎呦！Hello！ 哎呀！主人好，大家好，我是广寒宫唯一的宠物玉兔，我的任务就是睡觉、捣药和逗全月球最美的女人笑。哇，这是什么音乐？哇！这一看就是铁扇公主。Hello， 大家好呀，我是铁扇公主。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哎 ，sorry， 我应该从后面拿出来的。没事，那个是什么呀？天哪，嘿，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法器，芭蕉扇。那它不灭火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把它来拍拍苍蝇，赶赶蚊子。但是今天他们说什么？说有一个万物成人形的机会。嗯，我想把我的这把芭蕉扇啊变成人形。来，三、二、一，变！哇！变出来了。大变活人，大变活牛！天哪，一下子把我扇出来了，公主，公主，你确定你今天的芭蕉扇还是巴西龟？你告诉我，这头上是头上是个角，这头上是什么？这是啥呀？我以为是霸，火焰霸在这儿，不是指的专业一点，指在这儿。什么叫霸？在这儿。对，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法宝界数一数二的角色。哦，因为今年大家都主打一个陪伴，我今年主打一个煽风点火。这不是我们队的口号，这不是我们。你今天是想抢我的口号，一路赢到底吗？我今天这个数一数二的角色是不是也得有一个过程能够让我把这衣服脱了呀？是的，努力变成人，努力变成人就可以了。对，努力变成人就可以了。对，努力变成人。各位大家好，我呢就是传说中的张将军，
张将军，大家如果要是对这个称号不服呢，我们出来可以比试比试。没有人不服。没有人不服。张经理，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将军你好，将军好。你好，鱼兔，你好，将军好，鱼兔。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全月球最美的女子。你不用担心，月球就你一个女子。今天我们聚在这儿呢，就是想把我们的伙伴呢变成人。我呢今天也带来了陪伴我征战多年的伙伴。是什么呢，张将军？他身长八尺，万里挑一。哦，来吧，我的好兄弟，张将军的好兄弟。跑起来啊！这个是有点这个斗志昂扬的感觉。哎，真的有点像。拍马飞天。哎呀哎呀哎呀！没硬头了，韦天仙。哎，我今天化身你叫汗血宝驴。宝马。宝马哦，宝马，我从我的外形上真没看出来我是一只宝马呀。但是今天我有你在，我们双剑合一，必须的，必须的，好吧？好，咱们今天就把这些，你们是什么妖魔鬼怪？你好，巴西龟。巴西龟，你是什么妖怪？怎么对神仙说话呢？啊、哦，神仙，你这头驴怎么多两个爪子？我说实话，这头驴为什么有六只脚？我不理解，刚才说让他注意脚下，程程告诉我注意哪个脚下？对他们刚才让我注意脚下，我说哪只脚？犯病了，你还撂蹶子呢？你好，你好，欢迎蒋依依，你好，哇。